哎，你们说，这两件衣服，哪件看起来比较俊？亮哥，这两件衣服太素，我觉得来个碎花的，快拉倒吧，还碎花的，什么审美？这有什么花纹啊？我觉得这件好看，这个好看，觉得这个好看。咱严哥的衣服都是名牌，你知道吗？那再说了，严哥长这么帅，穿哪件都好看，对吧？是是是。哎，严哥。 没事，开庭了，您就一点都不紧张。紧张什么？没做亏心事儿，我怕什么鬼敲门？对，这头发有点长，好久没理发了。哎，王国强，什么事儿啊？我明儿要出庭了，我能申请理个发吗？ 说来说去都只是被动辩护，你们还能说点别的吗？姐，我们都知道你特别着急，但是明天就要开庭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你明天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林深，小欧，你怎么跑过来了？明天就要开庭了，给你打电话有没有接？就想过来看看，吃点东西吧。你别麻烦了，我没胃口。你这几天茶饭不思，休息也不好，明天上庭了，不怕严谨看到心疼啊？ 说过严谨天生命大，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这次也一定能扛过去。不一样，这次真的不一样。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太荒唐了，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哥这次真的会出事，连我都救不了他。严谨是清白的，老天一定会给他公正。 他们觉得严谨是富二代，是高干子弟，就算是杀了人都可以轻松的逃脱罪名。可现实是什么？我绞尽脑汁都没有找到一丁点儿有利于我哥的证据。那天我差点就……我现在特别后悔那天没有再坚持一下。如果我能说服那个邻居，让他说战宇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那我哥就没事儿了。这案子就打赢了。你要真的这么做，你觉得你哥会开心吗？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但庭审还没有开始，你没必要这么悲观，根本能自暴自弃。明天你要带着毕生的姿态站在法庭上，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自信。 自信就能打赢官司了吗？就算打不赢，你也尽力了，尽力就够了。听我的话，乖，吃点东西，先早点回去休息。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把所有的材料都过一遍，说不定就能找到突破口。 那我在这儿陪你，先把这碗粥喝了。
今天是2019年3月12号早上8点半，半个小时后，我身后的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轰动全国的1231杀人案。本案的被告是本市著名企业家严谨，一个曾经的武警特战队员，昔日的优秀缉毒警察。而本案的受害者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生。严律师的车来了，车来了。严律师，赵警官，啊，你好。哎，你也是证人呀？嗯。哎，你那边什么情况呀？那个红颜祸水是不是今天也会出庭作证啊？哎，证人之间不许交谈。这还有5分钟开庭，证人季晓怎么还不来？
起立，起立。全力请坐。梨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严谨到庭。首先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梨园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梨检刑诉2019第54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18年12月31日21时许，被害人战宇前往梨园市明湖公馆5号楼8002号被告人严谨家中，两人发生激烈争执，被害人战宇中毒后被被告人严谨捂住口鼻，并最终导致死亡。而后被告人严谨设法避开小区监控，用垃圾桶将被害人运出了明湖公馆，用事先准备好的车辆将被害人战宇运到郊区，于2019年1月1日晚11时左右进行分尸，随后进行了分散抛尸。被告人严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涉嫌故意杀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梨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勇、刘颖、毛伟良。被告人严谨，你对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是否有异议？有。有哪些异议？案发当晚我确实与被害人有过肢体冲突，但我没有杀害他，我亲眼看到他从我家离开。也就是说你否认杀害了战宇？是的。你杀了我儿子，你还不承认？曾经让我不，我儿子才22岁，我为什么？肃静！你下不下表？肃静！请被告人坐下，下面由公诉人向被告人进行讯问。庭审时，公诉人提问会要求你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即便有些问题过于片面刻薄，你也不能做过多解释。因为过多的解释在审判长看来是狡辩和逃避问题。如果公诉人一再的给我挖坑，我总不能两眼一抹黑往里跳吧。案子已经到了庭审阶段，你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律师，相信我有能力扭转所有不利于你的局面。被告人严谨，接下来我会向你核实一些问题，你只需要简单的回答是或者不是，不需要做额外的解释，明白了吗？明白。那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你跟似水流年咖啡店老板纪晓鸥是什么关系？朋友。你有追求过他吗？有。你们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吗？不是。你认为死者跟纪晓鸥是什么关系？姐弟关系。那你是不是警告过死者让他远离纪晓鸥，甚至用侮辱性的话语提醒死者纪晓鸥绝对不可能喜欢他？是。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下面由辩方律师开始询问。你是先认识的死者还是先认识的纪晓鸥？所谓的认识相差不到一天，但遇到纪晓鸥在先。你对纪晓鸥是一见钟情吗？算是。那纪晓鸥对你呢？最开始他并不太喜欢我，对我有很多误解，但后来我用我的真诚感动了他。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因为当时我作为警方卧底调查103贩毒案，为了不让纪晓鸥受到牵连，我是故意远离他。你认为死者喜欢纪晓鸥吗？喜欢。纪晓鸥喜欢死者吗？必然不喜欢，他把死者当成弟弟。那你警告死者远离纪晓鸥，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毒贩身份，不想让纪晓鸥被他欺骗，是吗？你说谎！
我儿子不可能贩毒，我儿子不可能贩毒，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是的。你曾经是缉毒警，破获过很多大案要案，你是不是特别憎恨这些毒贩？是。你亲眼见过 KK 在酒吧街卖毒品是吗？是。你对死者贩毒行为非常的憎恨是吗？是。你在对死者非常憎恨的情况下还去帮助死者的母亲是吗？战宇他贩毒有错，但他母亲没有错。你帮助死者母亲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让纪晓鸥喜欢你是吧？这是被告人严谨在卧底身份未被证实之前接受警方审讯的证词，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是为了追求纪晓鸥才去死者家中送电视机以及帮助死者母亲的。苏军，辩护律师对此有没有异议？没有。你们现在联系证人纪晓鸥，他的电话现在无人接听。他应该是有什么事儿，肯定会来的。再等等，一会儿你们就要上庭了，如果能联系上的话，麻烦催一下。好。没人接了吗？纪晓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被告，是你发展死者成为警方线人的是吗？是。死者曾经被毒贩刘伟抓起来殴打，是你让人送他去的医院是吗？是。死者被殴打那天是在他背叛你以后吗？是。如果你没有帮助死者，死者有没有可能在当时就存在生命危险？有可能，因为他当时已经被打得内出血，外伤也很严重，如果没能及时送医的话，他很可能会死。这是死者被殴打当天在医院做的医检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证明死者当时受伤严重，的确存在生命危险。既然你痛恨死者背叛了你，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救他？在宇需要接受的是法律的制裁，在法律没有制裁他以前，我作为警方的卧底，有责任也有义务解救他。死者曾经出卖过你，导致你的发小好兄弟程瑞敏重伤昏迷，你也因此在某西餐厅殴打过死者，并恐吓绝对不会放过他，是吗？是。但我并不是真的要杀他，那就是一个计划。请播放一下录像。为什么打我儿子？你为什么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为什么打我儿子？苏军，如果死者家属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法警将把你带离法庭。被告人严谨，录像中的人是你跟死者吗？是。案发当晚在你家里，你就是像录像中那样对死者进行了殴打是吗？反对。反对公诉人对案发当晚的场景进行主观臆想。审判长，我只是想更明确地呈现案发当晚的情景。辩方反对无效。被告人严谨，请回答我的问题。是。
跨年夜当晚，死者是活着离开你家的吗？是。你的打火机是死者临走前拿走的是吗？是。对于意义重大的打火机，你为什么要让死者拿走？我当时身犯毒瘾，战宇为了阻止我吸毒，拿走了打火机。而我的毒瘾突然加重，根本没有力气再和战宇争夺。为了不再伤害战宇，就把他轰出了我家。再加上还有两天就要交易了，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破案上，就没有为了拿回打火机再去找。电梯监控拍到你曾经出现，当时你又为什么要出去？我在家里扛过一段毒瘾以后醒了过来，我看到地板上一片狼藉。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担心战宇，所以出去看了他一眼。当时你有再见到死者吗？没有。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楼去找死者？我虽然担心战宇会出事，但当时我也在气头上，我想了一想就没有下楼回到家里面。你说死者当晚离开了你的家，但监控却没有拍到，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因为死者根本就没有坐电梯，而是被埋伏在我家安全通道内的人杀害了，那个人才是真凶。走进。我猜测那个真凶本来是要杀我的，战宇的突然出现破坏了他的整个计划，才不幸遇难。至于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的安全通道，又是如何被杀并运出小区的，我也想不通。请说出你的怀疑对象。刘伟。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被害人战宇遇难的？1月10号，从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赵廷辉那得知的。审判长，我的问题完了。前5张是警方在你家里和你的衣服上发现的被害人血迹，最后1张是被害人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经鉴定与你的 DNA 相符。对此你有什么异议？没有。当晚是你先动的手吗？是。死者有没有向你还过手？没有。死者在你家里受伤倒地后，有没有出现过短暂的昏迷或者意识不清晰的情况？没有。你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留下的？战宇受伤以后曾过来抱着我，阻止我吸毒，血就是那个时候蹭上。你确定是这样吗？这些血迹难道不是你背着死者离开你家的时候蹭到你衣服上的？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没有证据的猜测。反对有效，被告人可以不做回答。在1月3日，贩毒集团交易之前，除程瑞敏外，只有死者知道你的卧底身份，是吧？是。死者当晚的出现，你有没有担心过他会再一次搞砸你的卧底行动？有。那你有提醒过他吗？没有。你没有警告死者，是不是因为当时你已经杀掉了他？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杀他。死者离开后，你都做了什么？我在家里面撑过毒瘾，我就睡了。有谁可以替你证明？没有人能证明。你对你小区的监控盲区是否清楚？清楚。好，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武警特战队格斗训练第一课就是解剖学，你们要对人体非常的熟悉，方能准确无误地给对方以相应的打击。你作为退役武警特战队员，是否有能力对尸体进行肢解？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诱导性提问。反对无效，请被告人如实回答。是。下面进入举证质证环节，请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对证人进行询问。你和被告是什么关系？发小、战友、兄弟，
发展死者为警方线人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当事人的主意？最初是严谨的主意，但江宇一开始也没有真心要跟警方合作，我也曾试图放弃过他，但严谨还是坚持要我给他机会。在严谨担任卧底期间，是否对纪晓鸥和战宇之间过于亲密的交往产生过吃醋行为？行为上没有，心理上有。在严谨无法接近纪晓鸥的那段时间里，他是嫉妒战宇，但他不会因为感情受挫而伤害他人。你是否看到被害人走出过嫌疑人的家门？没有。那天晚上你一共出了几次门？两次。第一次我去敲他的门，警告他们小点声，但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理我。第二次我上去的时候看见他站在电梯口，然后我就走过去发两句牢骚。当时被告人是什么状态？神志是否清醒？哎呀，他当时身上的酒气很重，有点站不稳，身子呢又一阵一阵的抽搐，看上去很不正常。哎，我就说了他两句，你大过节在家打人扰民，我们家欠是怎么着？我跟你说，我给你投诉你，你知道吗？去去去，快快投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审判长，我也没有问题。当天你是否听清楚被告人严谨说过要杀掉被害人？听清楚了。他怎么说的？他当时就很生气地说，老子今天弄死你。当天被告人严谨和被害人战宇之间的对话你是否全部听清楚了，包括餐厅外的？那倒没有，我当时还得处理现场。那段餐厅里的打架视频是不是你发布到网上去的？这个不是我，我怎么能随便放到网上呢？被告人严谨是否帮助过你们母子？出于什么原因？他确实帮过我们，当初我还特别感谢他和纪晓鸥。现在我才知道，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讨好纪晓鸥，把他追到手。那一次做手术的医药费，战宇是怎么跟你解释的？他是跟朋友借的。严谨来过你家几次？两次。有一晚你因为病情发生突发情况，是严谨和纪晓鸥将你送到了医院，请问那个时候您的儿子战宇在哪里？我儿子在学校有事儿，他平时都是在家陪我的。既然你和战宇一直生活在一起，但你却不知道他确凿的毒贩身份，你又是为何对只见过两面并且一直在帮助你的我当事人严谨产生如此负面的印象？我想再次提醒审判长，证人的证词存在不可信的主观判断因素。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没有贩毒，没有贩毒。你们要找出真相，你们要公平公正，我儿子他不是毒贩，不是毒贩。肃静。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请问赵警官，你和纪晓鸥是什么关系？反对，此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我的问题很重要。辩护人继续。她是我前女友。你和纪晓鸥分手多久？两年多了。据我所知，赵警官目前还没有女友，是不是因为心里还放不下纪晓鸥，因此对被告人严谨有一定的主观情绪？辩护人，请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请问到开庭为止，分尸工具和分尸现场是否找到？目前还没有。请出示照片。第一张照片是我的当事人严谨被电梯内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他曾经在电梯口停留但未上电梯。第二张照片是凶手推着装有战宇尸体的垃圾箱走出小区的画面。请问赵警官，我说的对吗？
没错。经过警方调查，真正杀害战宇的凶手是不是这个穿清洁工衣服的人？是。警方判断严谨就是这个清洁工，是通过他们的体貌特征吗？是的。也就是说，除了体貌特征外，警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的当事人严谨就是这个假扮清洁工的人。是的。谢谢，审判长，我暂时没有问题了。请证人退席。先生到底要说什么呀？我心里犯慌。别急别急，还没完呢，等等，别急啊。辩护人，证人纪晓鸥还没有到庭，他是否还会出庭作证？审判长，证人纪晓鸥正在赶往法庭的路上，他将会带来一份对本案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请求法庭暂时休庭，等证人到庭后再开庭。警方点名了，我当事人假扮清洁工将被害人尸体从家中运出。按照警方的说法，第一张照片严谨出现在电梯口可以看作是他运尸的起点，时间显示为去年12月31日22:25。到达第二张照片所在地的时间为22:40，期间的时差是15分钟。也就是说，在这15分钟内，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对此我们有很大的疑问。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当事人当时有毒瘾在身，并且当晚没有吸食过毒品，在体力和意志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他能否在这短短的15分钟内从居住的8楼来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位置？对此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实验。准备好了吗？3、2、1，开始。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找了一个身形和体能都跟严谨相似的人来协助我们做实验，也就是画面中的男士冯卫星。冯卫星背着战宇同等体重的沙袋，从8楼走到负1层，总共需要4分13秒。到达地库后，冯卫星将沙袋装进垃圾桶，换上清洁工的衣服和鞋子，需要3分20秒。
然后他推着垃圾桶按照地库探头盲区路线走，直到出口前需要9分39秒。走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路灯位置，又花费了60秒。怎么样？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有效性，我们一共进行了5次条件相同的试验，算取了平均值。黄大哥，我们再来一遍。最后，所有时间数据相加得出的结果为18分02秒。比警方给出的时间慢了将近3分钟。也许有人认为这3分钟并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想说的是，这位测试者也曾经做过缉毒警，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他本人常年坚持跑步，在体能和敏捷度上都远远强于严谨，他只会比严谨更快。如果连他都达不到视频中的速度，那么被毒瘾缠身的严谨就更不可能。所以这个实验就充分证明了严谨不是当晚的那个清洁工，也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凶手一定另有其人。审判长，新证据提交完毕。相比于公诉方提供的主观人证，我相信这份物证可以更好地为我的当事人证明清白。证人纪晓鸥已经到庭，公诉人、辩护人，你们对证人有什么问题要问？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证人纪晓鸥，请问你和死者战宇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咖啡馆的员工，我们一直情同姐弟。那请问你和被害人战宇以及我的当事人严谨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从不存在。严谨和战宇从来就不是情敌关系。在我和战宇最后一次见面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严谨是好人，让我不要误会他，而他也会做一个让我觉得骄傲的弟弟。在我的理解里，战宇已经做好了要与严谨配合甚至自首的准备。至于我和严谨，我们从来都没有正式的确立过恋爱关系，但是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他。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战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全体起立。对于辩护方提供的最新视听资料证据，本院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择期宣判。根据辩护方提供的视听资料证据，本院找到了一名现役武警特种兵，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试验，结论一致，本院予以采纳。现判决如下：被告人严谨谋杀分尸战宇一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构成犯罪，判处被告人严谨无罪，应立即释放，恢复人身自由。
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有息，触摸在心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失去世界也不可惜。